上联团体伊所发现的诗歌是《普天同庆祝迎世界》。这个上联团体因第一摆遭殃吼，第二摆的早时，PPT 呐有挖手出来，然后到里去。我的方便用电来跟你们上上课。各位兄弟平安哦，我今仔上联团体要演奏这叫做《竹摇琴》哦。这个琴、我这是玉米进口哦，啊，即摆咱台湾哦，迄、那个鹿港乡哦嘛是有咧做竹摇琴啊吼，啊，这足久以前我是有咧玉米先采来吼。啊，我今仔日用这個就是因为诗篇150篇遐有讲到吼，着诶，你着俄勒亚花，着伫上帝圣所俄勒伊，着伫伊关联的中枪俄勒伊，着因为伊大关联的名侪俄勒伊，照伊里边的大关大俄勒伊，着分扫甲俄勒伊，单琴单色俄勒伊。拍鼓跳舞，俄勒伊用丝弦的乐器，甲分箫，俄勒伊用声大的喇叭，俄勒伊用音管的喇叭，俄勒伊既然有穿别，拢着俄勒亚花，恁着俄勒亚花。哦，我是用安尼来俄勒上帝吼。啊，今仔日第一真感谢上帝吼，哦，遮个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吼。因还阁有气力来参加上联团体，吼，啊，阁呾会当来到遮，阁上重要，还阁感谢就是，因大人足谦卑的人吼，我即个月来甲伊上课，我发现因足谦卑、足谦卑的，拢愿意学啦吼，所以阮即马在摇的时阵吼，因为因会当摇这实在是无简单吼，啊，所以有较慢一寡。哦，所以咱等下若要唱的时候，咱会慢慢仔唱就好啊，吼、哦，袂使赶紧啦吼，因为这有当时啊，每一个人的步调无同吼，好。you
厝内的爸爸妈妈食老，干厝内啊退化，因高龄因再来参加咱的商店，也可能有生意吼。咱真感谢商店团体用这特殊的东西来做做商店，咱也真感谢用这个指导吼。